雨后的阳光褪去了火辣，有种春风和煦的感觉。这个时节走进竹林，便能见到刚刚才破土而出的竹笋。如果静心倾听，还能听到竹笋在地上蹭蹭往上冒的声音。在自然界中，竹笋的生长速度算是最出类拔萃的，往往只是一个昼夜，它的食用价值就有了天差地别。很多时候，人们都喜欢用雨后春笋这句话来形容很多人和事的快速涌现。我喜欢竹笋，更喜欢那些在风中沙沙作响的竹林。当呼吸着从竹林中透出的竹香时，好像也懂得了一些古往今来那些文人墨客对它的赞赏。爷爷吃饭。